张先生。董事长，你可以给我们五分钟。好，等一下啊，等一下。手机可以离开了吗？手机离开了吗？手机离开了吗？都退啦！里面的东西可以吗？都退啦！好，等一下哦。好，不要，等一下，先不要急。好，大家麦克风不要紧，坐前面，坐前面，谢谢。好，可以了，好。前面吗？好，等一下，哎，手机，哎，这边，拜托，旁边一点哦。对，今天呢是我们这个台大一政治运作四周年也是我先期的72岁名单的，因为每年都是这个选这一天。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这个已经正式命名叫永贞楼那么我们是希望这个。台大这一个IE呢，大家住进来的时候，不要叫你住在哪里住，要住台大，住IE，每个人就好像觉得说家人的话，永贞楼这个我们是永远真诚这个对台大的服务，永远的这个真诚的服务，让每个癌症的患者。来到这边来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照顾，能够很好的这个缓解，能够治愈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本来是今年要把所有的都工程完成交还给捐给台大，今天台大几任校长从一开始全部都来新的校长，所以我想听听他们对这个癌医的期盼，还有什么希望我们永龄可以做的事情，我们在明年5周年的时候要把所有的工作都落成，所有的这个运作都完全正常正式的就捐献给台大。那么我们感觉到台湾大家都在讲护国神山，我觉得台湾的医疗资源，台湾的医疗体系，台湾的这一群台大也好，这个所有台湾的医学院的学生也好，都是台湾最宝贵的资产。这个提供给我们社会的是一个健康的保证，甚至将来是一个生命的保证，甚至得到癌症我们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已经开始跟 IE 要开始跟 BND 合作推动癌症疫苗。我期望呢明年把这医院交出去，其实我们现在就已经开始能够让攻克很多的癌症这我是最主要的目标，包括到第一个我们做的是头颈癌，我们这一次跟台大很多医生到 BND 总部去才发现到台湾是头颈癌，就头颈部上面的癌是台湾好发率世界第一，所以他们已经做到第二期了，那我们希望来到台湾做临床，他们来看到了台大的医在11月10号来看到了台大癌医有这么棒的医生，有这么棒的这个医疗环境，所以就决定了亚洲第一个头颈癌的临床试验用 messenger RNA要做成的癌症疫苗就在台大癌医来做第一个临床，所以他们在德国总部也正式通过了这么宣布。后来包括的这个乳癌是我一直坚持的乳癌，因为乳癌是这个台湾我们永龄有个10年抗癌计划，那么对发觉到台湾在40岁以下女性的乳癌的这个好发率竟然比欧美国家超过
24%，我们有数据啊。那这个数据呢，最近有一个啊医生在美国也发表了专业论文。所以在这时候呢，如果说我们乳癌、那么肝癌、肺癌，我们杨半池杨校长是肺癌，我们杨志金院长也是肺癌的专家，肝癌郑安理院长，台大所有的很多，甚至于全我们集合全台湾，包括荣总、北医、长庚跟高医所有的医生呢，我们最近在明年的5月份的癌症年会，我们邀请了 BNT 的最高的啊这个技术的这个人这个他的 CEO 呢，预计明5月份来给台湾癌症的医生啊来做一个演讲啊，来说我们正式展开了新的篇章。台湾呢是他们在亚洲的第一个首选，对于癌症的这个疫苗，不是一般的COVID-19疫苗，癌症的疫苗。我本来去买 BNT 的时候，我才发现到原来他们原来是做2008年开始创立的时候做的就是癌症的疫苗，他们做了14年了。在2020年突然是这个 COVID-19 的基因图谱发布以后，他们会想到这个 messenger RNA 也可以做疫苗，所以这样子 BNT 才变成世界的知名的医药公司。那这一次呢，我就跑了一趟，跟他们很多的大概有上百封的书信往来。再像台大癌医，这一次由郑全院长、郑安理博士带领台大一群医生去到德国他的总部麦斯，说服他们到台湾来看。他们在11月10号、9号，他们董事长带着一群人来看，所以就决定把台湾当作在亚洲第一个癌症的一个临床试验的这个第一个基地。他们认为台湾的这个医生的群是世界一流，不输给任何一个国家，所以台湾的医生应该有能力跟 messenger RNA 一起来开发未来的这个次世代的新世代的癌症疫苗，所以大家将来得到癌症就不要那么恐惧。而且我们坚信我会穷尽一切的力量BNT 跟台大的医生、台湾所有的医生包括农总、包括所有的医生群、所有的大的医院都会加进来，我们一起攻克癌症。这是我现在在讲说下一个目标的话，这是我的下一个目标。好，谢谢各位，谢谢。红海通紫光背后有什么考量？红海通紫光，你们刚刚有讲说今天只问癌医的，对，癌医的活动，人家几位校长在等我，我不去晚进去不礼貌，好不好？等一下，结束以后，不该我管的，不该我也都不会回答。结束以后，跟你们有什么任何好的问题啊？也许我会留下两三分钟，好不好？我也非常感谢。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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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说法，那魏哲家说是门都没有，你怎么看？我们刚刚有讲，我说我一定会回来，我是言而守信。那能不能今天聚焦在跟癌医相关的，还是相关的或 BND 相关的问题，好不好？那其他的问题，真的讲，因为我现在已经从鸿海退休了，所以半导体中心。都是我们刘安威董事长比我要熟，他一介超凡，你晓得，像鸿海的事情，我大概完全都没有介入，因为我发现到他做的比我还好，所以做一个创办人也好，做一个这个董事长也好，其他最重要的工作
就要找到一个好对的接班人，能够做得比你更好，把工作交给他，全心的支持他，不要插手。这是我对你这些问题的一个答复啊，这个希望你了解。这个时候不方便的，还没有任何的问题，一般红海，好不好？你看得到我今天呢，这个在十几年前，那个李世成校长讲，我就给他提出了我们来攻克癌症。那现在看来，癌症还是有很多，这个对很多的家庭，对很多的患者，造成很多的应该讲困难。台湾在这个领域呢，有。应该讲有领先，所以这一次呢，我利用因为买癌症疫苗的关系，不是买这个 COVID-19 疫苗的关系，认识 BNT， 认识他的老板，认识他的高层，所以这个工作呢，现在花很多的时间。等一下台大新的陈校长上任的，马上召集我们要开会，怎么样把 BNT 到亚洲来的第一个。头颈癌的案例已经开始，啊，紧接着乳癌，你们没有看到那个合唱团，全部是乳癌妈妈，他们唱出他们的希望，我觉得是我现在最主要的工作。那对 BNT 来讲的话，我今天如果要讲一些跟现在时局有关的话，有关的 BNT， 当初呢，我买 BNT 的疫苗。当然，过程中都有报道，我就不再阐述。那我觉得，一定要把人民的生命作为第一优先。看来现在的执政当局是并没有这个把人民的生命，对我在购买这个 COVID-19 的这个。疫苗的过程中，我得到的这个应该讲障碍是非常非常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那可是在那个时候，大家呢就说我们是大陆做的啦，是所有的富裕台不能进来的。当初的在那个时候，你要拿癌症，癌症要拿一般的疫苗，就国内那些疫苗，非常的困难。因为我有幸，我的德国一个partner， 认做生意的 partner， 认识 BNT 的 owner， 我才有把握买到了1500万剂。当初他只同意我进1000万剂，快实际的故事我就不再说了。后来我回来的时候，我就记得跟他讲。我们跟人家订了3000万剂，现在人家董事长来了，问说我们现在在台湾设立 office， 跟你们一起合作做癌症疫苗，在台湾选做第一个。那么今天竟然这个，当然将来 COVID-19 还会持续的发展，疫苗还是需要，可到现在。选举过后人也换了，可是我现在欠人家的一个承诺，3000万剂，甚至于1500万剂，甚至于像我妈妈97岁的，已经连打了3剂的 BNT， 最近开始有那个双效型的，我的医院告诉我说现在台湾一剂 BNT 都没有，要只能打莫德纳。那我不晓得97岁的老人家打了3剂 BNT， 打莫德纳应该相容可以。但是我们医院，我的所有的我妈妈的治疗团队告诉我，没有人保证，因为他有很多的这个97岁就有很多的先天的这个疾病。会不会产生任何的副作用？不知道。
那我今天只能说 BNT 曾经在台湾最需要的时候，我台积电还慈济在蔡英文总统的恩准之下，让我们可以辛苦的进来。我们那个时候如果可以早进来两个月，我觉得我们死亡的人数可以大大的减少。这个东西你都可以去存拿费啊，而且我买的价钱，我记得在我在一二三提出要买的时候，一月份他们就跟 BND 谈到了，我记得那个价钱是远高于这个价钱。可是呢，封存三十年，那本来 BND 董事长是说，这个你们其实 BND 它的价钱是，我晓得越南买飞瑞 BNT 一剂的价钱只有$7多，因为它到 GDP 的，这 BNT 卖给我们也没有那么贵，是被上海复兴赚走，所以他们成立了，在这边成立分公司，就是希望把疫苗的价钱降低。可是呢，到现在为止，我也不晓得应该找谁。我也不晓得，这个其实疫苗这个东西对将来，你看纽约第八波、日本第八波，对这个有身心障碍的，甚至有这个老人家，像我妈妈就是个例子，要打第四剂刚叫的，她说只有莫德纳可以选。当你需要的时候，人家 BNT 支持你。BNT 来到台大，把亚洲的第一个癌症的共克癌症的第一个疫苗的基地还在台湾。可是他的董事长问我说，那有没有机会再拿到一些订单？我跟人家答应要订3000万剂，人家跟我要说3000万剂什么时候有希望，哎，人家都是给最新的。我说我连我妈妈打都没有，所以我妈妈还等一个月。我想像这样的一个没有以人民的福祉、人民命运、性命作为，我是觉得说，当然我也不敢期望，但是我认为说应该给 BNT 的疫苗，就是一般 COVID-19 的疫苗。他们最新的技术，给他们一个机会。这个政府如果说没有经费，那8000多亿到哪去？我那个如果说能够有让大家，尤其现在年轻人，过去都打的是 BNT 的疫苗，那如果说让他们换疫苗，也不是不行，都是 messenger 莫德纳也行。但是对一个我们德国的友邦，对德国的一个友人，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给我们施出援手，我们在这个时候如果一剂都没有给人家订单，我应该我替 BNT 叫屈，这样好不好？谢谢。好，对不起，这个会长，我现在要去进去，你看，来吧，谢谢，谢谢你。我现在那个，你看台大的所有的师长跟我在谈，这是阿姨所有的台大几个重大的，包括新任的县校长、陈校长，都要跟我在里面等我开会。你刚刚说采购 BNT 癌症疫苗，听说采购 BNT 过程中有遇到非常多的困难嘛？那有包含说，包含执政党有要你签署，应该是放弃同意书。好，谢谢，谢谢，谢谢。